现在七月下旬，这里是多伦多北部的一个小镇，叫 New Market， 这有一个 Garden Center， 我们来看看 Huge Sale。现在所有的植物都进入打折期了，这一小盒，看看西红柿1块钱一克，还有很多蔬菜状态都不错。看看这个是飘香藤，39.99块。很多一年生的小花在这个遮阴棚下状态都很好，这个小花店啊，在 Google Map 上的评分还蛮高的。往往这都是个人私人租的场地卖花，说明这个花主这个店主啊非常有心。这里还有不少日本枫树，哎，还挺有名的品种 Orange Sunset， 要找找价钱在哪儿。这是大烟花含苞待，这是含苞待放还是种子啊？这么一盆40块钱，大棵的日本枫树状态真不错啊，249.99块。Ampro One， 今天所有店、所有花店的日本枫树价格都奇高。这是 Golden Full Moon， 月亮系列120。哦，刚才看到的确实是花苞，你看花苞长大以后，大喇叭就出来了。据说这个喇叭是有香味的，这喇叭花有人闻了以后就晕倒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就要改掉这个习惯，看到花就闻的这个习惯，或者说是先了解这是什么花以后再去闻。两家轮的三角梅34.99块。还有这种黄色的品种59.99块，和刚才那个34.99块差不多大，可能是颜色不同少见。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特别性价比特别高的植物，估计性价比高啊早就被抢没了。这个小花店坚持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，你看这个抬头一看还有惊喜，这种倒挂金钟不常见吧，13.99块一盆。所以逛花店不能总是低着头。好了，这个小花店今天就说这么多，欢迎前往搜索时针加花店，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。这是个养花园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